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16。Voto 的影片我们应该拍过四支了吧？一路从14公升的气炸烤箱，到现在新推出的15公升蒸汽烤箱，我一直都觉得它蛮好用的。然后到15公升新上市的时候，我们还有分享过它的一些外观啊、配件，还有一些构造的升级。那一集影片是收录在2024厨房好物新宠儿的那一集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看它。它除了白色以外，它现在有新推出黑色。我们上一支影片分享出来，就很多观众问了我很细很细的问题，然后我今天呢有整理大家的问题，要一一来做实测，然后跟大家分享。我们来进行第一个问题。 Voto 蒸汽烤箱可以取代大同电锅吗？ Voto 蒸汽烤箱它的面板是有蒸煮功能的，后方有水箱可以加水，蒸汽会从内胆跑出来，但能不能完全取代大同电锅？我觉得如果是要把食物蒸熟，完全是可以取代的。我们用水煮蛋来测试它的蒸煮功能啊，上面可以自定时间还有温度，有80到115度可以选择。那我们同时跟大同电锅一起实测，电锅外锅放 80cc 的水，大约10分钟它就会跳起来，然后不开盖再焖15分钟。 Voto 的部分啊，直接设定115度蒸20分钟，再焖15分钟，两台加起来的时间差不多是25分钟。大家可以看到大同电锅跟 Voto 蒸出来的水煮蛋都是可以达到全熟的。我跟大家补充，就是如果你们要蒸水煮蛋，不管是使用电锅还是使用 Voto 的蒸汽烤箱， 很常会有那个蛋会爆，你蒸完之后，然后那个蛋怎么变成爆炸蛋了，就是可能中间裂开，对，就是会丑丑的。然后你们可以在那个盾部的地方，就是戳一个小洞。我是用拿那个就是尖尖的东西，反正就戳一下，就是让它那整个里面蛋的压力就有地方可以释放，它就不会爆炸了。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用的。那我接着又测试了根茎类的，因为它比较难熟嘛，然后我们就蒸马铃薯。大同电锅外锅我是放两杯水，跳起来的时间大概是25分钟，一样不开盖焖10分钟，切开后它完全是熟的。那 Voto 的蒸煮功能我是设定115度蒸30分钟，焖5分钟，两台的操作差不多是35分钟，一样切开都是熟的。以这个状态啊，可以直接做马铃薯沙拉。刚刚马铃薯的测试啊，我觉得完全可以取代大同电锅。以水煮蛋跟马铃薯，像根茎类这样子，不管你是蒸地瓜、蒸红萝卜或是蒸蛋，其实都是可以蒸熟的，完全很 OK。像有些人会喜欢用电锅去热菜或是热汤， Voto 的蒸汽烤箱也都没有问题。其实你就是可以把它当成电锅来使用，但是不同的地方是电锅啊，它这个外锅是需要加水的，你每一次蒸煮东西你都要加，就是多少水量，一杯、两杯、三杯这样。那 Voto 的部分啊，它的水箱是在后面，所以实际在使用的时候，它的内胆是不需要加任何水的，这个水它会直接在内胆出蒸汽，这是他们两个很不一样的地方。大同电锅啊，在蒸完的时候，它里面的内锅是干的，那 Voto 里面的内胆会是湿湿的，可是它有一个功能是干燥。就是你可以用干燥再把里面烘干，这是他们两个很不一样的地方。要特别注意，就是 Voto 的蒸汽烤箱底下它有一个水盒，你只要蒸煮东西，它的这个水盒就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水，那你定期要把它清理掉。你如果使用完毕没有马上清没有关系，因为它的水盒跟内胆是完全分开的，不会互相干扰，只是你就是要定期去清，不然你会累积满出来。他们还有几个不同的差异，像是电锅它本身有保温功能，但是 Voto 是没有的。保温这个功能我觉得因人而异，因为有些人就是不喜欢拔插头，因为如果你没拔它就是一直在保温状态。还有一个是它的外观跟里面摆放的设计，像 Voto 我觉得很好的地方就是它就是往来，就是一层一层的，然后它是方形的设计嘛，所以你要摆放食物是很方便的，不管你是要摆包子啊、玉米啊、披萨什么的，我觉得都很 OK。披萨是气炸功能，不是蒸煮啦，你不要蒸煮披萨呢，吃软软的不好吃。像电锅它就是圆形的嘛，你一定要用盘子或是碗，然后它的盖子，你有时候这样啊要打开，
你就一定要放在这里，或是你不放的话，假设你是用在吹饭器里面，你不够高，或是那个电器柜不够高，你一定要打开，然后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放，就是这一点，我觉得电锅这样很讨厌。可是 Voto 就不用，它就是这样打开，你不用再多一个东西。以上这样的分享啊，大家对于 Voto 的蒸汽烤箱能不能取代大同电锅，有没有比较了解一点呢？有，可以取代吧？可以完全取代。对啊，因为你不觉得这样的设计很不错吗？它方便很多，而且它功能那么多。对，真的，它就是复合型的一个家电。嗯，对。好，那我们要进入第二个问题。Voto 的14公升和15公升都有气炸功能，纯气炸来说，哪一台比较优秀？好，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。大家如果有关注14公升那台气炸烤箱，会发现它上面是有加热灯管，下面也有，它们都是外露的。但到了15公升，上面的加热灯管隐藏了，它会变得比较好擦拭，但是下面的加热灯管就取消了，没有。照理来说，有上下加热灯管应该效果会比较好吧？对啊，因为上下都可以直接加热。对啊，一定会比只有上面好啊。我自己一开始也这么觉得，这确实是一个蛮好的疑问，然后我就做了实测来跟大家分享。首先我用了气炸地瓜，根茎类它比较难熟嘛，所以我们就来考考看。14公升我们设定190度35分钟，15公升也同样设定190度35分钟。出炉之后，不管是14公升还是15公升，上层的地瓜都是很软绵的状态，就跟外面的烤地瓜感觉是一样的。下层的部分啊，地瓜的中心点都是偏硬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几乎是差不多的状态。这个测试我真的觉得很纳闷，因为觉得14公升感觉不是应该要比较强吗？对啊，测完之后其实是差不多的耶。那我特别用上层跟下层，因为上层比较接近上面的灯管嘛，下层的部分因为上面有铺盖食物的状态，所以你一定要看到下层的这个受热的状态如何。那我觉得其实感觉起来是差不多的，所以我就觉得那没有灯管更好清啊。那不死心，我再做了另外一个测试，披萨。我用的是冷冻披萨，180度烤12分钟，一样是用气炸的模式。我一样有上层跟下层两台的分量是一模一样的。那出炉之后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色泽是非常明显，上层的火力啊是比较强的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那种微焦金黄金黄的感觉，然后下层的部分都还是偏白，它是熟的，可是就没有像上层那么的漂亮。经过披萨的测试，我还是觉得两台效果差不多呢，没有觉得说14公升特别的优秀，然后15公升也没有觉得特别差啊。大家可以知道，越放在下面的食物，它的受热面积没有这么大，所以它需要的时间就会比较多，然后你越靠近灯管，它的那个焦黄感就会更明显。然后我自己平常使用，其实我不见得常常会用到两层，有时候需要用到两层的时候，就是上面熟了你就把它抽出来，然后下面再烤几分钟，其实就差不多了。我自己用 Voto 啊，大概2年多的时间，从它的气炸烤箱到现在的蒸汽烤箱，我觉得它应付的料理是非常多的。像我们之前做烘焙嘛，还有西点蛋糕这些，它通通可以，还有烤过凤梨酥。一般的家庭料理，像是气炸蔬菜啊，还有菇类，气炸菇类也非常好吃，像是我们之前有烤过海苔，都非常的方便。然后我婆婆很爱烤那个辣椒，她会把辣椒弄成干辣椒，也是用 Voto 去烤的。还有烤坚果啊，非常多料理可以使用它。那多了蒸汽功能，我觉得早餐就可以做个水煮蛋，然后包子、馒头都没有问题，还有蒸蛋。然后清洁的部分我之前也分享过，它里面非常好清，但如果你用烤箱气炸的模式，你要气炸东西油会比较多嘛，然后有时候油会滴到那个滴油盘，然后会焦掉，会有一点那种焦化的感觉，你不要那用力刷它哦。有很好的方法，你可以买那个去油的清洁剂，像我之前是用欧美净跟净土郎，你这样喷一喷，然后静置15到20分钟，你再回头去刷它就很好刷了，它会直接软化。如果你是用蒸汽烤箱这一台，你直接用那个蒸煮功能，
你用蒸汽大概蒸个10到15分钟，它就会软化那个油污，你再进去擦拭就非常好擦。所以不用清洁剂这一台。如果是一般那种胶垢，其实是可以用蒸汽的。然后如果是很顽垢，你再用清洁剂。哦，就是蒸汽还清不掉的。因为我用的食物都不太油，但如果你真的是很油，像有些肉真的很油的话，可以搭配着用。但是你有蒸汽，真的就效果好很多。嗯、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很难清的锅子，就是用热水去滚，有没有就会很好清、哦对啊？对啊，就是一样的概念。然后加上说它里面都是不锈钢嘛，你的配件直接丢洗碗机就很好洗啊，就是这些全部都是不锈钢。就是也不会有这个食安的问题。那可不可以配件也放在里面，然后开蒸汽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然后出来再清洗就好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哦、如果你家没有洗碗机，你是要用自己手洗的，你就先用蒸汽蒸一蒸，比较好洗。没有，我想到久而久之，有的人会把碗啊、筷子啊什么的东西用蒸汽，把它当那半台洗碗机在用，会不会？是没有办法像那样，因为它可以消毒，没错。可是它毕竟你消毒完，它还是湿湿的啊。对，你还会变成说要来烘干，会觉得有点麻烦。而且你也还是要擦它哈、哦。对。对啊。然后有时候你洗完湿湿的有没有？你就进去，然后开那个气炸跟干燥功能。对啊，那一天你 就把它烘干，开干燥就好了。对啊，开干燥就好，就是哦，我现在就要马上使用，就是我就洗一洗，然后放进去，然后烘干一下，马上就用。那它不能当半台洗碗机，可以当烘碗机啊？对啊，它本来就可以啊，只要你的器皿是耐高温的就可以。哦。对，所以它可以拿来烘果干。没有问题， okay. 我们之前就有试过，就是像坚果类这些都可以。我自己在上一支影片就有分享过，它这次的升级就是对于一些构造的调整，我觉得很有诚意。像它灯管的部分本来是外露的嘛，它现在其实都做平面，就是你一样可以看到里面的状态。可是你清洁上那个灯管完全不会阻碍你，你很好擦。上方的蚊香也全部都变成隐藏式，就是有一个不锈钢的。东西挡住它，你也完全碰不到灯管，所以我觉得清理来说优秀非常多。然后里面的内胆全部升级为304不锈钢，就是它这个地方做了很多的调整跟优化，我觉得是挺有诚意的。 Voto 我其实开了非常多次团，然后我自己也非常热爱它。大家如果想要跟团，这次一样有优惠哦，在底下的资讯栏有。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你们想要再希望我做什么样的实测，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，或是哎想要看什么样的料理，我们之后可以再分享一些料理给大家。然后这支影片希望对大家有一点点的帮助，如果对机器还不太了解，希望这集可以帮助到你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，收工，下班。